Double kill. Holy shit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主播商恩。今天呢，我们带来是盛典60级的全新造型书暗眼骑士。这造型呢看起来挺帅的，有点像游戏网卡里面的战士。为了得到这造型呢，首先我们开了710点的盛典，然后呢再花1950点把它升到60级。那总共花了2660点得到了皮皮的造型跟这个骑士。其他东西呢基本上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哦，送了其他造型跟英雄呢我都已经有了。不知道大家觉得值不值得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呢，这个造型应该是书的造型里面最帅的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爵士音乐的那个，我觉得特效还是够的，很有诚意，只不过呢不够帅气，有点情人节。就我们讲话的时候呢，这个凡恩一直在打我们呢，可是凡恩打着打着发现，哎，他好像打不太过我们，还叫瞬移。这一发我觉得应该是射不太到了，他跑速比较快一点，可是我们还是试试看我们的运气嘛，不射白不射。敌方回家之后呢，我们暂时安全。这时候游戏时间呢还没到克里纳卡上市的时候，所以他应该不会过来。就算他过来呢，我们还有瞬移。魔魂夜呢，刚刚我们在前面已经秀过了，主要带的是万钧圣雷。万钧圣雷呢，让我们的普攻或者二技能都有额外的伤害，额外的爆发力。树呢一开始出来很强哦，后来没那么强呢，是因为官方削弱了他的伤害。现在呢，有了魔纹，我们的伤害又回来了。兜兜转转呢，树始终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哦。曾经呢，我们也是最强射手。那小地图注意到呢，我们的警在赶过来，赶紧用我们残血来勾引。反正看我们这么残血呢，狗栏上够了，多点他几下。就警翻滚进去，翻滚进逃，由我们警拿下人头。那这个人头呢，也是他应得的，毕竟他这么卖力。这里我们很快就把这兵先清掉了，马上清掉能够去帮警，这样子呢不但只能够赚一条龙，还能够呢销毁掉敌方一整波的兵线，成功拿下魔龙，而且呢射了敌方闪电侠好几枪。OK， 他的走位是挺不错的，那没关系。玩术呢，当然我们不能够期望我们的二技能能够百发百中，前期呢最好就是不要随便乱射了，尤其是前面等级太低的时候，最好是存点子弹。因为呢，一开始敌方会很提防你，一定会拼命走位、拼命扭，这时候你射呢，射中的几率也没那么高哦。毕竟呢，传说对决这个游戏，大家射手的攻击动画都非常快哦，子弹一丢完就跑，很少停顿时间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对上特恩啊、四或者勇，通常他们都会拼命清兵线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的二技能子弹也要留着来清兵。如果我们二技能能够穿烧三只小兵呢，再加一点普攻就能够清掉兵线，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玩术呢最忌讳就是一直瞄一直瞄，到最后呢错过了输出的时机，也没射到什么东西哦。这样子呢我们连清兵都很困难，毕竟没有二技能也没有前期的雷电级的时候，清兵真的很慢。这边我们已经注意到呢，后面有两个敌方英雄哦，我们正打算过去支援，上面还有我们的拉兹帮忙消残敌方的血量，站在安全地方持续输出，不要被敌方技能打到。凡恩既然冲过来了，这边先不管凡恩，持续输出。OK， 闪电侠已经挂了，拉兹得到两个人头，那这边拉兹也赚到了。我们最后烧敌方凡恩赚了一个头，双方比输追平4-4。刚刚我们说到的输，前期最好就先存点子弹了。而且我们的子弹呢，不要随便浪费，依旧是用来清兵，不然呢就是要射在敌方的射手身上，至少把他打残，他也不能够太嚣张。而在中后期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普攻伤害已经比二技能更高了。二技能的好处呢是要射程非常远，可以用来呢团战之前消耗血量，或者呢敌方跑太远呢，我们追不上他，再用来收割。可是呢要记得，我们的二技能是需要蓄力时间的。而且呢，还有敌方走位，还有视野等等因素，二技能的伤害呢真的没那么稳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机会普攻，有机会呢过去按普攻攻击，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发。如果你要玩好树的话，你问我怎么玩好，我给你最大的建议呢，就是设好我们的普攻攻击，还有就注意我们本身的走位哦。那像这样子呢，我们存到子弹很充足，两发子弹呢把敌方的反应打残。
这边能够这么简单射中呢，是因为他就在我们面前吃兵哦，而且呢我们已经蓄好二技能，视野很好呢，加上反而也没什么地方走位的关系，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呢，我也不会随便开枪哦。这把敌方反而射强，我们想要加一个二技能哦，但是敌方佩娜的鸟呢比我们更快一点，因此能够打断我们的蓄力动作。OK， 这里终于买出我们的雷电子。我们这个账号的奥义呢没有塞躲吹了，建议大家可以塞两三颗，如果有两三颗躲吹呢，现在我血量已经满了。这里我是打算先退逃，成功拆掉了老爸我们的艾瑞，射中一枪他们的反恩之后，艾瑞应该可以 OK 成功带走敌方反恩。那注意呢，我们双方比数是一样的，而且敌方还吃了魔龙，可是呢我也把反卡推掉了，所以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呢是有优势的。这一局树呢，由于我们跑速非常快哦，靠枪的时候还有隐形，加上雷电击的跑速攻速加成呢，清兵也很快，所以呢变成我们对兵线的控制会更优秀一点哦。这边主角过来先躲过他，二技能最后没射到主角，闪电侠帮忙挡了，可是我们的拉兹有成功带走他，那就 OK， 然后再帮忙射这个闪电侠两枪，拉兹临时捡一个火拳，拉兹再次完成双杀。这边敌方的佩娜血量挺残的，需一个二技能成功带走，刚刚好哦。如果晚一点呢，他鸟就会射在我们身上。那这里敌方人数死的比较多呢，我们有空档再快速把这个塔拆掉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玩树喜欢带雷电击，清兵很快，跑线很快，退逃也特别快。那如果是单排的关系呢，没有一个辅助会一直帮我看视野。所以呢，前期只伤天虫鱼跟王者之间，我觉得效益反而没这么大。反之呢，我们前面先买雷电击跟跑速鞋，清兵推塔带线都很快，这样子呢还可以自己创造优势哦，自己帮自己飞起来。像这一场呢，我觉得我的经济应该是全队最高的。那一直利用墙壁的隐形，注意呢不要被闪电侠卷到。偶尔还有一个主卡，这里一定要叫圣衣。主卡控了个大，我们进草丛他也碰不到我们，成功带走主卡。这里看来呢，我们是一个辅助型的树哦，一直帮队友创造双杀、三杀的机会。但我也不在意哦，毕竟呢能够胜利、能够赢得信心，那就 OK 了。所以那人头根本就不重要。快速这个魔龙，那两个射手这龙还是很快的，下路有机会。但比较麻烦的是呢，敌方的打野是克里纳卡，克里纳卡跑线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。那个炮车我也有点怂了，这边不敢吃，先去把血量吸满一点。果然呢，还来了一个闪电侠跟主卡。如果呢，我们被闪电侠、主卡跟克里纳卡三人包夹，通常是死定的。果然克里纳卡也在，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蜘蛛的直觉像蜘蛛人一样？为了那台炮车呢，送我们人头绝对不划算了。蜘蛛卡我一早知道在这边哦，眼睛很早看到他。大招躲过克里纳卡大招，最后呢一个普攻带走他。我们子弹飞的速度呢，还是比克里纳卡二技能更快一点。树这个造型呢，会把子弹的轨迹那个弹道呢显示出来哦，看起来好像比较帅一点。来帮一帮夜叉。哦，可是那已经没有兵线了，就算了。如果更有兵线的话呢，可能得帮他一起追回珠宝。这边只有我跟一个一滴血的野草，我觉得就是拆不了啊。敌方已经陆续复活，这里我们没有其他队友哦，不能够拆出来。这个井一个人那么深，我是帮不了他的，已经太迟了。敌方三四个人在井临死前呢，有带走敌方克里纳卡，但我真的帮不了他。哎，井撑了有点久哦，好像是他有死神镰刀。自己买出龙骨剑，敌方已经没什么状态了，这边要多亏我们的井，先刷反恩，大招躲过主卡大招，这边是预判他的大招哦，然后呢一并带走敌方的佩娜，完成一个三杀。那很久没玩这一套了，如果要觉得这样很帅的话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666，就三个六就够了。中路兵线
我没有子弹哦，用一用。敌方是两个防守，目前。上午海波兵先来到，那我们就直接过来点爆这个主堡就够了。以上是我带来的书《暗眼骑士》的实战解说。如果之前所说的呢，书玩的还有关键就是多用普攻，要珍惜好人可以普攻的机会。毕竟呢，普攻才是我们最稳定的输出来源。还有一点呢，就前期不要随便浪费你的子弹呢，不然呢，你就很快看到你防御塔就一下子被人家推掉了。那最后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铃铛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喜欢玩书、喜欢玩射手的朋友们。最后呢，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